其实看似我表面我是跟你们叽叽喳喳的，其实本来是你们天天其实在怼我，你们这么多的嘴，我一个人我跟这块儿我能挺到现在，保证我不死已经是奇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正当防卫啊。大叔可从来没说过你，但是在这么多人里面不说我的人我根本就感觉不到，你不说我的话只能说你保持沉默，你没有帮过我，你不说我剩下的全是说我的出来，帮不说我的帮我的喜欢我的都是沉默的，都保持沉默，我都看不见你们出来的全是说我的。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现在都想哭了，其实我挺可怜的，这一年我其实无形中一直在被所有人怼，无形中看似我坚强看似我怼大家，其实我是在带着山边舔着伤口边在反击而已。怎么像雪儿被怎么觉得雪儿被欺负了呀？我本来就是我现在就想哭了，说到这块儿我感觉这一年我净被怼了，突然间感觉自己一个人寡不敌众好孤单呢。我感觉好难呢。要多坚强才能天天一点凉薄呀、啊啊哎、呀花了光吧光吧光吧不许得光你不要给我搞事情哦。哎呀你说什么，我们雪花太难了，我靠，你真正哭一次大家就真的懂得心疼你了，就像上次抢头条一样。那哪是上次抢头条啊，那是去年，不对啊，是去年。雪儿你继续努力不，我们看好你，这直播间最难的就快乐，一开口就被怼，第二难的就我雪又要唱歌又要被大家怼，错，第一难过的是我，快乐根本就排不到前三名。你们看快乐被怼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快乐一他就是闷骚蔫桃，你们被他表面所欺骗了，他私底下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他只是打字打说不过我拿着麦克风呢，其实快乐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，不然我能怼他吗？你们就是太年轻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他其实他可厉害了，他我这人就是没心眼儿，我在大家面前我什么东西都透明，我怼他，他竟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怼我，他可聪明了，一到你们面前他就不说话，我这人就是傻，什么东西都得跟让你们看见。又开始怼大哥了，快乐你出来说是不是。你说的有人信吗？我操，你是真高，到现在你还能装，你厉害，欠你个小心眼，你还能这么说。你厉害，我装不过你。你终于得了人心，达到你想要的。我没相信快乐哥。唱一首失宠送给我自己，没什么意思，替你们送给我的。昨天不是说再也不怼了，都叫哥哥吗？那是昨天说，你都知道是昨天，你都打出来昨天了，昨天跟今天俩字儿一样吗？
看一首诗宠。大家好，我是唱歌等待奇迹的主播，我叫雪儿。在你爱着我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你都说好，看电影也好，看电视也好，就连对错炫耀也很好。当你不爱我的时候，我做什么都只是错，等着你试错，不等你试错，就算不能忘了、也是错。回忆是帮凶，不肯放过我，我还是那个我，从来没变过。我常想，如果你没爱过我，我是否狂奔，为你淋雨，为你发光，为你明到不了，你也不会看到我。这一次我真的失去你的宠，这一次我真的只剩一场梦，为你买醉，为你唱 K， 为你放纵，为你满头白发，你也不会心疼。谢谢快乐，谢谢我们大叔，谢谢四个真的给礼物，谢谢话说，突然好心疼我雪，觉得雪儿好可怜。我一直都是疼不说出来的，我一直装作自己很坚强很厉害，其实我是在包裹着自己，把自己包裹起来，我很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才这么厉害。当你不爱我的时候，我做什么都只是错，等着你试错，不等你试错，就算不能忘了也是错。回忆是帮手，不肯放过失宠。我一直在等着一个能把我烟拿掉的男人，可是我等来的却是一群
帮我点烟的男人。我等不到一个能够真正读懂我的男人。老大，你来成演员吧，我不会唱。你怎么这么能扯？忘拉弹窗了，刚才瞪俩眼睛说拉弹窗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拉，忘了，现在拉一个。哎，兄弟们，那个下载一下微视，关注我一下啊，手机下载微视，就像某音一样，关注一下，搜索中国蓝雪儿，里面有我的生活视频。等我们入住了，真正入住了，这两天变成大 V 了以后，我就开始疯狂上传视频了，大家先把我关注好了，然后弄一个提示音，只关注我一个人，那样的话我一更新你就有提示了啊。老大，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？亏我还心疼你半天。我一直都是在外人面前这么坚强，甚至让别人觉得我特别的厉害，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，那些真的，我不骗你们。所以一直等不到一个真正能读懂我内心的男人，他能看破我，看穿我，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。嗯，没问题，我只看到了一个大虎牙。哎，我那个麦克风支架哪儿去了？你真作呀！你一天，你才作呢！为什么我深受30岁？以后的姐姐跟哥哥们喜欢，你们知道不？为什么？我给你们简单的分析一下，剖析一下这个原因。那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有阅历了，有生活经历了，树人无数了，阅人无数了，所以他们能看懂我一点点，知道吗？他们觉得宁可外表这样的，起码他不装。跟他相处不累，我喜欢就在这，不喜欢我就走，这比阴强吧。他们阅人无数，他们所以喜欢我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真正小孩他们不喜欢我这样的，他们宁可要这样的厉害一点的，也要一个透明的，知道吗？这样的话他们心不累，交起来打仗也是打完了就好，什么都是当面怼怼打打就好了，也不私底下怎么的。所以说呀，还是年龄段这个东西，一定年龄吸引一定年龄的人。像我，我马上就奔40去了吧，我吸引的人全是30岁以后的，知道吧？心倒是不累，心塞这个得自愈。知道吧？如果你30几了，明年虚岁39，如果你说你才20多岁，你才18岁什么的，你就喜欢我了，那证明你这个孩子头脑非常的聪明，你有前瞻性，你未来必成大器，因为你懂得比他们懂得早，有的人30岁以后才懂得这件事儿，你20岁就看穿了，你比他们早，知道吧？对，证明你 IQ 非常的高，真羡慕你们这个年代的孩子，智商高，营养成分到位，吃的东西营养均衡，像我们老一辈的都啃树皮，那个时候那都是弟弟妹妹不够吃了，都把自己吃的给弟弟妹妹，所以我明显缺营养，知道吗？真羡慕你们这年代的孩子，真的就在蜜罐里长大一样，都没吃过苦。
你那额头怎么的了？破了呗。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。给你来个这个，送给大叔一首歌，真羡慕您的脑门儿。你有弟弟妹妹吗？那倒是没有，我就随便那么举个例子，那么跟你们说一下。所以说你们这个年代的真的好好珍惜吧，太羡慕你们了。开始。对你说看飘雪的天，毫无声响的画面深深刻入了心田，哽咽着让悲伤沉淀。多想最后再看你一眼，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。带着一颗挂在了嘴边，成为我最后的纪念。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，你转身看不见我的心疼，谁把谁当了真，吹到夜已深，抱紧的爱已经冰冷。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，离开你我做不到不心疼，回不去的笑容红尘中盼相逢，多少痴心多少傲梦。你真好。多想最后再看你一眼，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。还有一颗泪打着一颗挂在了心田，成为我最后的纪念。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，你转身看不见我的心疼，谁把谁当了真，吹到夜已深，抱紧的相逢，多少痴心多少梦。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，你转身看不见我的心疼，谁把谁当了真，追到夜已深，抱紧的爱已经哥，谢谢大叔哥，谢谢游客哥们，这首歌叫《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》，thank you，谢谢大家啊！您说唱的真好听，就像原唱似的，
那当然，唠嗑就是唠嗑，唱歌就是唱歌，干啥得像啥，没有态度值个什么播。我在卫视里找不着你啊，你打中国蓝雪儿，你找不着是使劲找。直播间越来越差，哎，你别退频道，你别退，你别退，哎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人听起来这么刷屏，然后说完了以后，你看这个人马上退频道了，根本就封不着。我什么时候能查一下 IP， 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天天来这么刷屏，刷完就退频道。每次直播都能看见这句话，他每天要来刷几遍，是谁呢？朋友别哭，能唱吗，老大？能。有本事别跑，他不跑他就会被封，明显是水军。他只要一被封了的话，另别的号他就上不来，只要 IP 他别的号上不来，除非他换 IP。 所以说他必须说一句话马上走，你放心，他现在空号依然在频道听，他找准时机了，编辑好文字发完就退，抓不住的，他就是这样。 他就是一直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天空，你不懂，你是小孩儿。这种人这么给你带节奏，这么说你的人，其实他比骂人要深入人心，你知道不？真正骂你，他们会觉得他是一只猴。他这么说，刚来的不懂的游客，不知道他是黑粉的，肯定会看他那句话，你知道吧？他会影响别人，这么说话比骂人有用，知道吗？你真正他骂一句你傻逼啊，人家会觉得他是只猴，别人会不理护的，不理会他，他只有这么说别人才能认真看他的字儿。所以这个人明显他是有计谋的。真正的黑粉他就直接，人家就是没有素质，我就骂你了怎么的，就骂你了，别人会觉得他精神病，这才是真正的有头脑的黑粉，知道吗？对，是吧？现在你空号一定在我的房间吧，是不是大哥大姐？你还在我房间看着我呢，等会儿准备再开号过来骂我就不走，是不是？你是我的铁粉，24小时盯着我关注咱家大哥，是不是大姐？你老公原地爆炸了，你在看我直播，你都不管老公一天。哼，没准也是单身呢，也差不多，万一是嫉妒我的女人呢？大家想听什么歌呀？想听什么歌，大家可以点一下啊，点歌免费 ，Thank you。咱们头上起个大痘，这不是痘，这是烫啊，这。现在不知道留不留吧，他昨天刚出生，不用理。情无所依不是唱过了吗？昨天，看看啊，对面唱个这个。刚才那谁，额头正好对着摄像头。你们看我额头，自从有了这个疤痕以后，额头反光了，还是，山河太高了，独角戏辟邪。你们觉得我有这个疤痕影响了我的颜值了吗？老歌啊，唱老歌啊。继续唱老歌啊，那个疤有点抢镜了，有影响没有影响？给你们唱个老歌吧，要不然《悲伤演唱曲》，你们听听这个，有疤好看，相当于整容了。啊哈哈！不影响你。
颜值反而多了一丝美感。哦，是吗？记得分开的那天是一个雨天，你数着说要走了再见我一面，你留下了我们合照的相片，是希望要过得好一点，说过的承诺往往得不到兑现，可我想了解谁住在你心里面，你走关于你的一切，这段旋律能拨出我小小心绪，反复温习从一侧后第二天起，我的记忆里面偷偷藏着个你，每微笑的表情那么熟悉，这段旋律红包啊！啊，小二，你是沈阳人吗？